们大保镖，大主播呀，小主播呢？哦，不对，的确是大主播。嗯，的确，我是大主播。你马上要大一岁了，给你什么奖励？我好好想一想。欢迎大姑爷，你看，你看我直播间来的都是带大字的。之前有个什么大大，信了个大姑爷，证明我也是大主播。欢迎时光荏苒。对，十级以上的黑了就要九个斗币，大不了一点。我跟你说，哥，什么叫做大不了一点？我明天还能比今天更大一点。现在敢说我大不了一点？给你看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前天的时候老小了，然后今天的时候变大了，我明天还能更大。怎么啦？反正你们隔着屏幕看我的，我欢迎奔，这个字多奔，欢迎奔奔哥哥。我真聪明，三个牛是不是读奔？他们被骗了，店大气，没事啊，反正你们隔着屏幕看我的，那我想多大就多大。高吧，你名字读对了，我相信整个抖音上没几个人能读对，而我就其中之一，而我就是你的命中注定。天天都很正好吧。我不要当电母，我要当电母，就是那个电啊，那个电母啊，就是那个放电的电，我要当那个电母。主要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刚刚好，挺好看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今天就是已经没有想听的歌了吗？以前很多人说我是兄弟。不只是以前呐，今天也有人说我是兄弟啦，今天也很多人说我是兄弟。欢迎老飘，老飘，我给你唱歌了，那个粤语歌还没唱呢，给你们唱粤语歌，今天还没唱的粤语歌，行不行？苹果香我不会唱，我没听过粤语歌，来一首。对，我们家很多哥哥姐妹一直把我当兄弟。要不咱拜个把子行不行？哥姐们，你们说拜把子同不同意？同意的扣不同意。有没有人同意？偏偏我不会唱。心急笑唱可能也唱过了。点灯牌，曾经心动可以等会唱啊，趁来好拜把子，准备好了吗？来跟我读，黄天在上，黄土在下，今天我们在此直播间结拜为兄弟，从此以后有福我们享，有难我们当，坦诚相待，肝胆相照，来上酒，给我拿三个筷子来。
后，我为兄。错了错了啊、哦，那重来一遍。来，翻译一个颜色的筷子行不行？生死不敢。还没开始鞠躬呢，还没开始，别着急，等会儿重新拜一个。你们要跟我读，欢迎火锅来拜把子啦。天地日月装我情怀，来，这是天，听我读，这是天，这是天，这是地，这是地，这是你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在直播间结为异性兄弟，同不同意？从今以后，有难你当，有福我享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一拜。这一拜，包括安邦之慷慨。第二拜，建功立业展雄才。你们要叫叫大哥小弟，大哥，哎，谢谢我们火锅，哎，来滴血味，喝酒为证，可能不能喝。你们先喝，喝完我喝。好，李成。我让你给我倒一杯，没让你给我倒这么多，喝不完呢。好的，以后大哥会好好关照你们的啊，以后小弟们也要摔碗呢，碗碗摔不了，碗不能摔，碗不能摔，那个碗不能摔啊。那我三弟在后，碗摔了楼下的那找我了，嗯，知道吧，以后你们见着我的大哥，不是，对，没错，大哥停哥叫停哥。演戏演全套，等什么时候我跟播户外的时候我就能摔，在家真不能摔，等我把我家地板都给摔烂了，然后我下不去补地板。咱们说好的，有福我想，有难你们当的。见到我叫大嫂，大兄弟酒量真好，那对，以后得叫我叫大兄弟。喝的水。来生在世在于朕。以后我就是你们在抖音上的依靠，以后我在的地方就是你们所在的地方，以后1206就是你们的家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城堡在手，刀剑生辉，看我弟兄迎着风眼上烟，城堡在手，刀剑生辉，看我弟兄迎着风眼打不来。米酒啊，谢我们保镖。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了，真好。我以后在抖音上我也有家了，有了1300多个兄弟。
次我们再霸一次，这次大家还不是很熟悉啊，第一次咱们当彩排，第二次咱们就得熟悉一下，到时候我说这是天，你们要说这是天，我说这是地，你们要说这是地，我说这是你，你们要说这是你，我说这是我，你们要说这是我，然后咱俩一起拜拜。谢谢我们火锅，感谢我们火锅。看我的胸，迎着风烟他不来，长矛在手。我们家何止108个勇士，我们家1300个勇士。刀剑双挥，看我的胸，迎着风。什么叫做装嫩？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你就说人家装嫩？是不是你身边没有这么年轻的？是不是你生活过得不开心，非得在我直播间找存在感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可是有兄弟的人了，我不惯着你。以前在抖音上我没有兄弟，我你们说我不吭声。现在我刚刚给我们直播间拜了把子，拜了把子，你要敢欺负我，我直播间1300个兄弟，一人一句。兄弟们，上！给大家来唱一首《我的好兄弟》，法海是我哥们，行。